这次的创作里头，大概是抒发哪一类的情感比较多？稳定交往的情感。怎么躲的？后悔？之后悔？我希望你快点讲。谢谢大家。公开恋爱后，终于在22日首度现身啦。不过整个人瘦了一大圈，是要 BF 们心疼死吗？心情很好啊，很好，有瘦一点，但是还是有吃，还是有运动。块肌还在吗？四块很明显。大家是不是都觉得很伤心，我不下去？谢谢大家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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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要离开的意思。记者大大们就放第一马吧。不过对于粉丝们的大方祝福，他也有话要说。我觉得我的 BF 家人们真的很听我，对，很感谢大家。B 的幸福就是 BF 们的快乐啊！谢谢大家。